夏天是冰品大战的市场啊，连韩系刨冰都跑来抢哎。将巧克力酱淋在清冰上，放进红豆、巧克力饼干碎片，接着挤上满满的鲜奶油，铺满布朗尼，还有一大球的 cheese 冰淇淋，用巧克力片点缀成小恶魔足球造型，特色十足的韩系叉冰就可以端上桌。看起来很像大鸡汤，很凉爽，然后又有那种造型可爱。口感清凉消暑，配料多层次，小朋友超爱。因应今年世界杯足球赛，韩国连锁咖啡店推出创意足球造型刨冰，抢攻夏日冰品市场。来呈现一个足球的造型，然后再用红恶魔的这个巧克力片，然后代表就是韩国队他们红恶魔的象征。叉冰，高雄知名老字号冰店用日式抹茶牛奶冰砖爆出的雪花绵绵冰，散发淡淡的抹茶清香，搭配新鲜西瓜，抹茶西瓜冰口感清爽独特，比较不会那么冰，然后比较浓。炎炎夏日，让顾客回味无穷的还有这芒果牛奶冰，满满的新鲜芒果，滋味酸中带甜，人气超夯。像现在是芒果的季节，这个芒果特别好吃。业者们比口味、拼创意、卯足全力，就是要抢攻消暑商机。记者季建亨、林俊彦、王月芳高雄报道。